阳哈。What date is the New Year? 18还是19？ 啊哈，所以是很晚的，对不对？以往这个是从有 record 来 the second late the second 第二个啊、oh, 第二个最晚的啊、the latest 呀、yeah, 最晚的。好，我们先画啊，老师教你们画那个羊哈。那个我们先，你可以怎么样 ？Dip a little bit of yellow and a little bit brown color. A little bit of brown color and a little bit of ink, just a little bit of ink. Okay, Robert here, side stroke.Go this way. Go this way, okay? But the brush is not so wet. 没有很湿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 dip only the tip, dip the ink for the eyes here. Eyes we can using white color later give the outline, make it.Distinctive, 让他很清楚看到啊、哦。那我们给他一个 outline here, because your tip has a dark color, the black color here. Okay,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他的那个 button area. And here we give a top area.看到没有，他这样他的头就出来了啊、哦、那你可以这样子啊、哦、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再去给他其他的，所以你先做了这个你就不会错。 You know, you did follow my way, did nothing mess, okay. 好，我们现在再蘸一点水，要去画他的耳朵哈。 okay, 他的羊的耳朵在这里啊，这里一个羊的耳朵 ，OK， 随便你们画，你们喜欢怎么样画可以怎样画哦。记住，在耳朵的上面它有头，我们这个地方不够宽。这个羊的这个圈这里是比那个deer 要宽啊、哦，所以它这里要宽一点 ，OK。好，这个都可以做那个 revise， 都可以做修正啊、哦。然后因为我觉得太干了，所以我只有 tip 点一点点水啊、哦。然后我去画他的那个牛角、哦、画他的 horn, OK, 所以他的 horn 是这样子，对不对？这里还有一个你可以去 deco 他，等一下晚一点，如果他不够厚的话， OK, 对不起，我打画错了，画了多一笔啊、哦、这个不要，这是那个 accident, OK, 好, okay. 好，然后我们画他的头，画他的身体啊、哦，画他的身体。你看，老师都用 side stroke, but I have three shades here. 我们等一下再去 deco 他的头，等一下再去啊、哦，因为我们还是要涂一点颜色，浅浅的颜色在这个头上啊、哦。等一下眼睛一出来就好看了。OK, 然后呢，我们去画他的身体了哈。因为今年我去找了一些参考的图片。今年没有一个人画的羊画的好，在那个 internet 就是在那个 web 上面、嗯、没有一个人画的好啊、哦、那记住啊，这个羊的这个地方，这个前面跟马一样，它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啊、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画它的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点凸出来， OK, 那它这是它的身体啊、哦、我们看一下呀、yeah, 你都不要害怕，你先用 side stroke 干笔这样画给他一个那个 outline 哈，你都不要怕，都画坏，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正，如果你没有差太远的话哦。好，那这些这样子下来了哈。那记住啊，那个羊啊、牛啊、这些马、啊、这些东西，它的那个thigh很 strong 的，对不对、嗯？所以它那个大腿上面要连下来的时候，那个thigh你要把，就是说表现它是厚的、哦。好，是不是thigh啊？对，应该念的。我有时候英文发音不是很对哦，对不起。啊，记住那个背啊，不要给它画的平平的，有一点点那个凹凸不平才好看啊、哦。好，我现在。
现你看我的笔很干呐、啊，我就不怕它会画坏啊。那这个时候呢，我给它一个 outline of the leg here， 因为它的上面的腿啊没有那么长，下面的腿比较长啊，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它有一个这个 joint 在这里啊，所以我这个还是画低了，应该画高一点。OK， 啊，我们等一下再去 deco 它。你先给它一个 outline， OK， 先给它一个那个 roughly 那个一个 shape 那个 design 啊，一个 image， OK。然后呢，你再去画它。好，这个时候你要想了，这个腿我可能会改得粗一点，等一下。可是我先把它肚子画出来 ，OK。羊的肚子啊，还有马的肚子啊，这个下面都也是很 strong 的哦。那不要害怕颜色用的浅，如果用浅了没有关系 ，OK。好，那我会给你们再做 deco 啊。好，因为另外一只脚呢是在这个肚子的那边，所以它不可能是从这个上面出来，一定是从这个肚子的下面这里出来。OK， 老师已经讲得很仔细了啊。那这个是它的那个后腿啊，后腿呢可能是这样子啊，你可以这样子画。OK， 那个 joint 在这边，或者这个 joint 在这边也可以的啊。你们看。因为那另外一只脚一定是在这个肚子的后面那边哈。好，那我们大概轮廓都出来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尾巴，羊的尾巴是很小的，短短的，颜色比较深啊。OK， 所以我们现在黄色，然后加一点点咖啡啊，然后我们要一点点黑色。OK， 好。那我等一下要 deco， 它这里还有一只脚，对不对？这里还有一只脚啊、哦，我要用浅一点的颜色，所以我先画尾巴，我把这个厚的颜色先画出来。OK，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去画另外一边的脚啊、哦，另外一边的脚可能是这样子 ，OK， 可能是在这里 ，OK， 好。你看老师画的时候把那个 border 出来了，就可以 judge which side which 那个 fit 是在前面，哪一个是在后面，对不对？因为后面的会怎么样，会颜色浅一点，对不对？它在肚子的后面有一个 border。 OK， 好，那我们很简单的画它的那个hoof 的时候就给它点两点就好了，前面宽一点， you know the front a little bit thick, the front area a little bit thick. Okay. 好，那这个是不是画出来了？那这个老师的比例还是画的不是很好，头大了一点点，是不是？好像看起来头大了一点点。那个，好，我现在把它的那个，我们再 deco 它一下，你自己可以在后面来才 deco 它啊、哦，不要害怕。Okay.好，那这个脚你可以再，如果你愿意再宽一点，可以再宽一点。OK， 好，我们现在去把它的眼睛给它勾出来哦。眼睛我们要用白粉把它勾出来。我知道很难啊，那我老师现在还在画一个那个 crayon， 画一个鹤给你们，好不好？你们看，然后你可以 choose either one for your drawing。OK。你可以选择。好，我们把他的眼睛画出来啊，他的眼睛在这里，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底是黑色的，你要眼睛给它勾出来。然后鼻子这边呢，我们可以给它点一点点红，那个橘色啊。然后他的那个 hole 我们可以啊给他也做一些 deco 啊。我知道 it's very hard for you, right? 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啊、哦，这样子画。你画了两三次以后，你就可以 get point，OK？、Okay? 你就会 get point，OK？、Okay?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它的脚也给它 deco 一下。它的脚怎么样 deco 呢？这样，哎 ，OK？ 好，没有关系，等一下啊、你们那今天就画羊好了。如果来不及的话啊，今天就画羊，下一次我们再画那个。这样没有选择，他们反而好。OK， 记住啊，这个线是这样子画的啊，是这样子画的。OK，
次是画出来是这样，你耳朵也可以给它一个靠 edge 靠下面的地方，给它有一点白的地方，像这个画在这边 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给它一点什么，给它一点那个 ground， 给它一点草啊，给它一点 ground， 给它一点草。哦，对不起，弄错了颜色。好，那如果说你们要有 design 的话，这边画一朵小花，一棵树，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画了，对不对？好，记住他那个 body 都要用 side stroke 啊，然后不要害怕，就这样下去，干笔中干的笔画去，画错了没关系，我们会给他 outline 再出来 OK。 好，就这样子了啊。好，今天就画这个了。